始了。哎、欸，跑太快了、喔，当然要快一点啊！欸、掉出去要怎么？你就 kill 自己吧。铁梯，还要慢慢快快快！啊，有机会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没有权限 kill？、欸、不要再打雷了，欸、我要打满呢、欸，团团哦。他只要打不了，你这样子哟。哎，快点！小颗粒不要，没事。哎、欸、我掉到岩浆里了，没有他你还需要死吗？岩浆长一点。等一下，没有，我现在不用。啊，岩浆、啊，我再下去了，八七。OK， 稳住。哦呦，金苹果。哦，快！哦，你松好快。干嘛？你在追我是不是？你这小变态！哎呦，不要乱追人。嘿咻！我这边嘿咻，你在我后面嘿咻，我觉得不舒服啊！嘿嘿嘿嘿，你想干嘛？耶！我在！第二名会是谁啊？哈基吗？哈基快跑！哈基还有一圈，两个还有一圈，两个都居然。哎呦！真来了！哎，他太可恶！你们怎么还一圈呐、啊？哦，哦，对，我没吃啊！哎、欸，喵汉子往回跑，白痴哦！我刚刚被 gank，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原地乱打圈。我杰克第二名，白痴哦！还心人呢？我要当工了啦！走开！等一下，我按到枪。天敌白痴，没放。哎，没放到啊！第四名，不好意思啊，箱子，我拿到终极之眼了。啊！结束了，没有彩蛋。四个第二人。岩浆太大了啊！有人感受到游戏的精神。我还是当最后一名哎、欸！结束之后就是这样子。嗯，哇，团团有分数了！有，我有了吧？有了。有了，恭喜你有了，谢谢，还记得那个和平的吗？红包来一下哦，红包来一下。有确认自己都有 OP， 喵还有吗？嗯，应该都有吧。有，刚刚我 kill 自己过 ，kill 自己看看。有了，刚刚有了。你都这么老了 ，kill 这么老了，kill 错人 ，kill 错人了。哎，你有啊？我没办法再 kill。有。大家都有。等下打薄了一半 ，kill 错人。不要，就尴尬了。啊，有四个人已经拥有 DNF 的实力了。哎、嗯欸，玩错，小车，不是那个一把剑，那个是干嘛？一把剑，对啊，剑就是打人的，可以把人家砍掉，砍掉，击退用的。哇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烟火是干嘛？烟火消刺，你飞起来的时候，烟火就可以往前冲。哦，好，嗯，啊，还是记得消刺，它就是往上飞啊，你要空格要多按。不然会可是消刺你很危险，就是你要看好检核点的位置，跑出赛道，对你就很容易。如果你飞越检核点就没了，检核点上面飞过还可以，啊，OK 哈，没问题，这关好。海滩有很多水，海滩一样四圈哦，大家加油，不要再 DNF 了。没有岩浆应该还好啦，喝正，他换水了，岩浆换的水一样啦。一样啊，岩浆一直烧死。我再来干啥？你这种可以去玩水好不好？玩水，嗯，没有岩浆可以玩水。我只看到一堆头啊，对啊。箱子在上面啊！哦呦，好了，掉水啊！我阴气啊！我被阴气啊！你被阴气啊 ？OK， 这没客气，上不去。我的好多苹果呀！哎、欸，怎么跳起来？这个游泳没有办法上去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可以。怎么游上去啊？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还有很多的路。对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上不去，就 kill 自己吧。没有，我 kill 自己后，还是在水里耶。对啊，
团团，你跑对边吗？我走，我走错方向了。为什么这么远？应该可以上去，应该可以上去。不行，我也是。我找到，我找到路，我找到路了。团团，有岩浆啦，白痴哦！又有岩浆，然后我又找不到路了。你们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，在水里啊！它水里都有那个可以爬的，可以爬的有。那个，我画面现在是一直重复玩水。哈哈哈！你跳上来，你跳上来了。有，但是好快，我不想再下去。我要下一个检查点啊！不管了，你上不去。哦，怎么可能？哦，还好，有。嗯，我第二圈的撞到。你怎么那么快？太快了！自己飙快哦。他自己不要太快哦！我要怎么知道有没有跑反呢、啊？我想凭感觉 ，kill 自己就知道。上面看有没有红字提醒你漏了检核点。哦。等级上面。如果你跑检核点的时候，它没有特别显示，就没事。所以杰克我跑反了吗？你没帮忙，不要按摩猫，不要按摩猫，按米猫啊。你那边对啊，上去那我也按迷宫，那我真的跑反了，白痴，你从旁边来的，看不到了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哎，看到小雨在外面，哪里才有路啊？下个检查点了，下个检查点了，不管了，哎呦，这个一直撑过头，我觉得我这一场有机会可以再拿一个 DNF， 恭喜你，我也是，莫大荣耀，我上去，莫大荣耀，哎。啊，那不错啊，喵哈在我前面了。喵哈你好，喵哈你的中介之眼可以用哦，中介之眼可以直接跳。哦，反击哪有人边走边拉香蕉的？排泄不好，最近在拉肚子哦。啊，你连这里都拉香蕉，哇，我落后了，可恶可恶，完蛋，头好痛，受不了。艾杰克，来，啊，我掉下来了，我们摔倒了，在这边。喂，要补点血，补点血，蹲下可以补血。白痴，不要岩浆啊！喂，哪里是可以上去啊？这里，杰克这里。那找一下，找一下。你的，你的。啊！我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踩那个钻石了。我也不想踩啊，可是。哎，烫！那个钻石根本就没有用。那钻石有些钻石一直冲出去。嗯，我只能慢慢走。香蕉啦，谁丢满地啦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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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不要再拉香蕉了。哦，谁吃那么多香蕉？哦，那应该不是我了，我只吃一次。排泄好，排泄好，没事，排泄好。耶！卡住了，好快哦！大家快跑！剩一分钟了。谁拉香蕉？巧克力到了，巧克力到了。哇，天哪！一分钟要跑完全部哎。有点难呢，这个那边会觉得要跑走。卡住了。小雨卡在哪？有点难呢。我刚吃了个金苹果。对啊，金苹果加速很快哦。然后就卡在岩浆里。谁丢香蕉啊？跳起来！哎呦，哎，跳不起来！喵阿飞，剩三十秒，大家。喵哈，你为什么不会飞？我没有翅膀啊！你有啊，有翅膀才可以飞。哦，第二名。可是我真的没有翅膀在手上啊！太难了。不会在手上，它在你的肩膀上。它是直接在肩膀上。对。啊，那个，不会上啊！你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还在走，好难呐！来不及，四个 DNF。差一点哦，可恶，好可怕啊，这游戏。对啊，左右岩浆好讨厌哦。真的，要努力的脱离 DNF 啊。没有，小雨吃了两次喽。你该不止我吃两次吧？中午去吃了一坨香蕉，然后一坨香蕉。应该是哈基吃到我丢的吧，我一次丢五条，没有说好像也吃了两个 DNF，、哦、你只吃了五根香蕉。DNF 好吃吗？喵哈，我会顺便跟你提一下，我刚刚那个总共只跑了两圈啊，差一点点，我怎么到底在迷路？原来你还差两圈啊？对啊，加油加油！很多的陷阱，很多的机关，这一关看起来就比较简单，好不好？好。
有吗？希望哦。我有自信可以再拿一个 DNF 啦。通常有没有第四关都会简单一点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好、哦，真的吗？预设两千，我们还是预设是两千呢，三千，好，三千，来哦。不要 DNF， 这个笑法就是感觉怪怪。我也觉得，感觉就特别难。哇，这个场地好开阔、哦，太开放了。好开阔啊！还有告诉你往右走，往右走，怎么一堆捡了一堆道具，然后什么都没捡到？对啊，捡到箱子是啥回事？打开箱子，你知道了？妈有熊贵啊！哎呀，我在受伤了，来，受伤就跳不过去了。我不要玩了，我觉得我在好难的啊！我有金苹果还死不了啊！刚刚哦，好，下个捡藏点，直接下个捡藏点，不管了。我们刚才逆向思考，一直死就有机会获得道具，有没有？直接过？那直接下去死一死好了。我还在烧，我还在烧。你要蹲下来，不然你会被烧死。哇，巧克力这是捷径是不是啊？哦，只要你过了，好，我追到我了，我在你后面啊。哇，我迷路了，杰克走哪里？我也迷路了，走哪？走哪里？条条大路啊！是不是有人要掉下来？吓我！是哦，小小烫哦！我靠！是你吗？第二圈，你追着我是不是？没有，现在是杰瑞，我走回头了，走反了，完了，觉得有问题可以 Q 自己啊！我为什么会走反？还只有香蕉。啊！我也自己知道自己丢的啦，原来你丢了白纸哦。可是我没有走过这啊。不是，这里是喂，奇怪，我的画面只能看一个箭头。哎，我的画面完全破图，看不到路哎。你有装白纸包？有，我装了，但他读取很慢，他还没读完。这里，他抽近了，他才会慢慢读完他。还是你那个麦块显示太远了？对。不太近啊、哦，有可能。你要调近一点就还好。这到底走哪里？可是我现在手有点忙哎、欸。哦，太棒了！你不忙了、啊，我也不忙了。这里就走出来。啊，白痴，要摔死的！哈哈哈！嗨，喵哈！哎呦，怎么又掉了？这地图好乱哦！我现在地图是一片黑啊！我找不到路、啊。也到最后一圈了。我也来啦 ，Final！ 我刚刚要跑第一圈而已。啊！我都笑掉了，不是这里。哈哈哈！我在超前面了，哪里呀？哪里呀？走哪？救命啊！迷路啦！妈呀！声音太大了！加油！不要打我啦！不电闪！不电闪！好痛！有人，后面有人哦！哦，原来这边是这样子。好，居然有人用那个了！救命啊！迷路了啦！我会迷路，我只好用 Enderpearl。我要死一死。那个大楼的进去之后都往哪走啊？你可以寻找捡的点。白痴啊！你的雷把我的眼睛用掉了啦！我要一口白痴，差一点呢，差一点，就差一点点啊，嘴里。我要当开箱玩了，我要开箱了，开箱了，开箱怎么开关？哎呀，进到房子里是正常的吗？这里又是哪里呀？有了，再跑了，加油！哎，我跑反了吗？丢掉了。哎，注意，三四秒，你还准备打爆？啊！直接飞走！我有讲啊，我说注意哈。哎，这里吗？哎！你看一个迷路，别叫迷路吗？这里吗？我要走到哪里？这里城市，我不知道。右转，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一直走，直走，知道了，直走，再直走就到了。走开！哦，这里呀。对啊，只要一直直走而已啊。哎呀，我走到那个室内。我们走出去是绕一大圈，你知道吗？去二楼还找不到路。对啊，它其实就很简单啊。没有啊，找不到路哦。难到爆。他这个第四关魔王关卡，好不好？没关系。
我右边的名字完全是靠刚刚第一张地图的。恭喜小雨跟喵获得 DNF 之王，三次 DNF， 三次了，找不到路。没关系，这个杯赛我们结束了好不好？不要那么苦。嗯，刚刚是这个画墓碑，你们会觉得太难吗？难哦，还行，只是岩浆真的是有点烦，真的是很烦岩浆。喜欢岩浆，稍微习惯了。我们稍微先看一下下一个杯赛嘛，下一个杯赛哦。哇，乱打人。啊对，分数重计，大家都可以重新再来一波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可能要准备挂零啦。我要卡在悬崖，狂挥左剑了。不会不会，回头挥左剑。就想啊，这个要翻译一下，应该是小花杯，好不好？小花，嗯，花花杯，花花杯哦，花花杯听起来就很可爱吧？哦、有没有、哦、没有岩浆，没有岩浆，好可爱，一定有问题啊，一定有问题，一定会冰刀滑出去，不会，你们可以打地上的蘑菇丝吗？这个爬山感觉很 OK 啊，对啊，就像地上有杯那个泡泡水，有没有走过去？别跑滑倒，哇，这个像海底世界，我把你感觉棒了，我把你打下水，第四个。终究毕竟是魔王关卡，哇、哦哦哦、哇，好酷吗？等一下，好酷哦！每个杯赛都要有一个魔王关卡，嗯，这没办法。哇，但是看起来前三关还好。那如果觉得四关都是魔王关卡怎么办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你一定是你感觉错了。我要当库巴。我的感觉从来没有对过。我要站在岩浆上面当库巴。加油！哇，来啊，第一关。那个冰天雪地，冰天雪地。嗯，